哇，好好吃！我喜欢火锅，我要吃肉，我要吃肉。五岁的小新第一次吃火锅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满满登登各种美味的食材，一口下去简直好吃的不得了。小新也因此深深爱上了吃火锅。这天，小新从外面玩耍回来，一进门就吵着肚子饿要吃饭，美牙当即就端上火锅，却让小新再忍耐一下，要等广志下班回来一起吃。小新好奇，难不成今天有大餐可吃？美牙表示晚上有好吃的火锅。第一次听到火锅二字，小新当即脑洞大开。小新，吃锅子吧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吃了。片刻间，小新被吓得瑟瑟发抖，看到傻儿子这过激的行为，得知情况的美牙立马解释道，所谓的火锅就是把喜欢吃的菜和肉通通放进锅子里面煮，最重要的是非常美味。接着美牙便趁热打铁，让小新帮忙切菜。看到美牙磨刀霍霍的样子，纵使小新想拒绝也没那个胆，而作为老母亲的美牙心也是相当大，毫不犹豫就直接把菜刀递给小新，便转头离开。显然这对年仅五岁的小孩子来说很是吃力，很快就传来一声巨响，美牙顿时被吓坏。幸好是小新只是把萝卜头给切掉，头被切掉了。哎呀，不要吓我，会减瘦的呀。为了以防万一，美牙还是放弃让小新帮忙切菜的想法。随后美牙便开始熬汤头，这还要再熬上几分钟，然后把汤过滤出来就可以了。然而等美牙前脚刚离开，小新就立马上手帮忙过滤。看到大孝子的所作所为，美牙顿时欲哭无泪，实在没办法，他也只能再重新熬一锅。很快到了晚上，广志下班回来，一顿热腾腾的美味火锅准备开吃。小新一开始就要放进蔬菜，美牙表示吃火锅一开始应该放不容易煮熟的东西，比如是肉类这些。此时此刻，全家人已经按耐不住，迫不及待就开始往里面加入各种食材，激动过头更是开始群魔乱舞。肉丸子你放进去，我来着我来着，然后放进粉丝，滚！鸡贼的小新想趁机把葱段藏起来，随即就遭到美牙广志的制止。看到肉类放完后就开始放入自己最讨厌吃的蔬菜，小新顿时脸色大变，下一秒便放进自己最喜欢的巧克力小饼干。不多时，火锅里的食材全部煮熟，全家人赶忙进行开灶。而第一次吃火锅的小新感到无比的美味，仅仅刚吃上一口，他就深深喜欢上了吃火锅。大冬天全家人一起吃着热腾腾的火锅，简直没有比这个更幸福的事情。这就叫做幸福吧，要把幸福也给小白分享，赶快吃吧小白。就这样到了隔天一大早，由于火锅太过于美味，小新还陷入其中无法自拔，于是就吵着要把火锅一同带去幼稚园。